感谢，三十六亿分钟，咱就将继续，咱今天的比赛。
咱的公鸡堂，哇！咱台北城公鸡堂，咱这帅哥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您，感谢，大家给拍一个拍下好不好？感谢您，哇！今天咱的公鸡堂啊，所有这好朋友，咱这的姊妹，大家拢是为着咱的生命
来牺牲奉献付出，因为来牺牲奉献付出，嘛是为着咱台湾，希望咱台湾会当平安、富强、稳定。这都是咱人上适合咱2020年，咱的新年的主题。这是第二冬，是咱新春新家下元宵的小过年，正规冬。来调整舒服，有来自咱台地，阮就是伫咱台地，会使去选果酱的水啊，搁有咱的北投淡水嘛，咱的淡水啊，咱的北投嘛，淡水嘛，搁有做些，而且优秀寺庙，拢这个性格来甲咱斗下架，恁就是希望。我们大家会当在咱家族里，2020年，我们各族各派，共享我们当年共同享受的福气。未来，把咱的祝福最重要，就是因为咱的北投嘛，做人家，所以咱大在这个北投，大地区才好朋友，大家，大家有时间有机会。咱北投嘛，家爱时常来家参拜，来去尊重着敬敬礼。若时间有机会，无计啊，来到阮西里，西里福音局，嘛足欢迎恁大家，会当来看咧，来个咧，互阮个太平嘛，甲咱祝福。若去行淡水老街，去淡水渔人码头，就爱去淡水福音局，咱个淡水嘛拜拜。最重要就是咱的台北城，咱的江吉堂，江吉堂嘞，真正讲，这阵少年家，值得咱大家来拍一炮啊！哩，再次感谢你们，这些帅哥美女，谢谢你们。